我是新宇。东北的天气啊，现在已经慢慢的回升了，天气呢也比较暖和。今天呢，打算带我嫂子还有我大侄儿出去郊游野餐，现在就开始出发啦。现在呢，我们已经到达地方了。现在呢，我打算把这个帐篷呢给支起来。来，大侄子。等会儿，先把里面这个防潮垫呢铺一下，一会儿里面再放个桌子，就可以野餐了。我们来的时候呢还没有吃饭，一会儿呢打算先吃点东西，然后呢一会儿我们再放风筝。今天准备了呢自加热的火锅，还有这个牛肉，还有黄瓜。今天呢正好我也测试一下这个自加热的火锅能不能把牛肉给煮熟了。把这个自加热火锅呢打开，看这里面有什么好吃的啊？一样一样的啊。没有火啊，先把这个打开，加热的。哇塞，好香，好香，好香！这里呢有半斤的牛肉，我测试一下，在这个自加热火锅里能不能给它煮熟。先翻一下，给它放到底下。满满的一下子，现在呢，准备给它盖盖儿。先洗两根黄瓜吃。20分钟呢，已经过去了，这个肉啊，真的熟了，尝一下。地主，来，要出，我尝一尝这个土豆片熟没熟。嗯，吃什么？肉。肉。这出。咋的啦？咋的啦？辣呀，喝水啊。现在呢我们已经吃完了，东西呢已经收拾好了，一会儿把它给扔到垃圾桶里，我们准备放风筝去了。今天这风太大了，这风有点控制不住啊，我们两个人控制。玩累了，现在已经中午了，打算午睡一会儿，休息一会儿。来，刚才睡了一小会儿啊，突然就起风了，把我这个帐篷啊弄得左逛右逛的。我现在不能睡了，我得起来了。我们现在打算起来收帐篷了。刚才呀，好悬把我们几个给吹跑了，帐篷都给我吹翻了。大侄儿，拿帐篷来。哈哈哈哈哈！